今日是父亲节，陈海琳 Grace 和郑嘉颖和三个仔仔就趁住节日一起创造开心回忆了。Grace 还拍了片放上 IG 分享，片中郑嘉颖为了仔仔亲自下厨，煮意粉给两位仔仔和老婆吃。当嘉颖将意粉和酱料倒在台上面的时候，两个仔仔都不禁呆咗呆啊！不过两个人很快就接受了，直接在台上面吃意粉。有不少网民都被 Grace 和嘉颖的创意吓窒了，不过亦都有网民表示不懂得欣赏啊。